Hello， 我强强。今天我们的 Michael 呢，开了这台帅气的跑车，要去这个游艇趴。我们这游艇趴在这个海边的地方，我们先开车过去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我们先到了这游艇趴啦。这游艇趴呢，要透过这个小海沙过去啊。这是什么？哦、传送的，直接到这个船的后面哎。那蛮方便的啊，完全不用骑过来啊，就可以传送过来了。然后这是怎样？这是已经结束了吗？这个派对？看起来已经醉醺醺的啦。我发现他这个模组做的还蛮精致的、喔，他这个东西这些杂物啊，等下这不是我儿子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他是怎样？而且他背后还有这个红色的什么三角形的？三角形的这样子不太好吧？而且贴在后面，这样子不行哦。前面，你回家给我跪键盘去了。好歹要清醒一下啊！来，我们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。这是洗澡的地方嘛？两个洗澡的地方，另外一边呢是什么？不会吧他？这个小姐有事吗他？怎么办到的？他怎么上去的啊？这样也可以。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OK， 这个是，这个打不开啊，对吧？厨房不在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你走开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手上还拿个汉堡。哦，真的母汤哦，这个。好，我们直接上这个甲板上看一下啊，这。对，这在姊妹的。哇哦，哇哦，好酷哦！这是可以互动的吗？这蓝色圈圈是可以互动的吗？它好像是可以跟它，等一下，它倒了，它倒了。他手上拿那个好好笑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在这有点恶，有点恶心。哇哦，这个。这个模组做的还不错哎，还蛮像真实的状况，有没有？就是 party 结束后啊，然后到处乱七八糟的。等一下嘛，让我走开。然后这是干嘛？这是可以这是那个冲浪板教学是吗？可以趴在上面这样子冲浪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泳池派对，泳池派对。等一下，我看到，这个很好，但是我不想看前面了，好吧？这我们可以直接略过吗？好吧，我们直接略过这个，你们自己去下载这个模组，我不想给你们看正面。这个球可以这样玩，还蛮好玩的。它是浮在这个水面上，有没有？好哦，过嘛，它是站在熨斗上面。这个他是怎样？他是在示范怎么冲浪在？这怎么回事？太嗨了吗？太嗨了吧？这应该没有挂吧？应该就只是喝醉啊？这什么？偷看人家洗澡，这有事吗？我来看一下。真是的，因为电视机都坏了。然后呢，这老兄在干嘛？敲门，他想干嘛？哇，这里太惨了吧！到处都是碎玻璃，是有多么的跟打仗一样、啊。哦，三只小猪，不对，那是大象。啊，这小姐脚卡住了是吗？那你自己想办法好不好？这是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过不去。这边是干什么啊？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呜啦啦，呜啦啦！今天这个是
这个是OK， 爱情没有国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哦，这挡住了。这是要哦，这是这也是互动的，这个这可以做什么啊？是打架用的吗？为什么我不能用？为什么不能用？哎、欸，我不是要找麻烦，你挡住，你走开啊！这是打架的吗？为什么？那好像是打架的、欸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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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跳天狗，天狗来跳一下，嘿，哦，这么快就倒了，来再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喂，喂，哇！来来来，嘿，哇哇，嘿嘿，嘿，哦，中了。哦，我是 Michael 呢，哦，哦，踹你，打爆你！我跟你说，啊，他怎么那么硬啊？又不是拳击赛，我想绕跑，我想绕跑，再来嘛你，再来啊，啊，再来啊，哼、啊，他血一千滴耶，我是新手啊。我是小萌新，不要打我。嘿、欸、嘿，打到墙壁了哦！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他好硬哦。这个是在这个是，这个是，怎么又来了他？哇！终于倒了、啊，是不是？这边在办 party 啊，这边等一下啦。哎呦，我在介绍东西，你不要来闹好不好、啊？旁边站着你。Oh my god， 这边好多的钱啊！这在直播啊，正在直播。挡，哎、欸，我上一下镜头，让我上下镜啊。好了，我们最后一站啊，最后一站是这个馆长室啊。我们这边呢，这个我们远远的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远远的看。那这里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厉害啊？在这边做这个浮力挺身，哦呦，有练过啦，哥哥有练过的，小哥哥，这个人想把他推下去，把他推下去。为什么这个人物模组这么丑啊？好了，看来我们的船大概介绍到这边，我们看一下楼上有什么。楼上，等一下，这女生为什么卡在这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破土啦、啊？天啊！突然有点期待 GTA 6哎、欸，希望 GTA 6的女生不要再那么丑了。真是一个丑到不行。OK， 所以这蓝色这个是代表打架啦，就是真的是打架啦，脚本没有串接好，所以不能打啦。来，过来。PK 好不好？来 PK， 他拿棍子，这样子让我觉得我会输哦。这酒也太多吧，这物件多到个爆炸，难怪我读取那么久啊。好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回到前面啊，对，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。这个船就介绍到这边，好不好？船就介绍到这边。这个人还在这边晃啊。好了，我们 Michael 呢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冲浪板的使用方法，好不好？我先体验一下冲浪板的使用方法，它到底是怎么用的？它是这样，准备要跳了。这是它没有鲨鱼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另外我们的模组就要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？下次再见。